聪明人有很多，自己的聪明把自己绊倒的也有很多。大智慧总是不适于人前，小智慧便会充满了脉络。为人处事需要一定的才思敏捷，智慧的人总会在各方面占领新的高度。不服不行，那些把事放在心里琢磨透了再出手的，就是比反复走迷宫的强。这三大星座喜欢看破不说破，智慧使他们走得更远。一摩羯座，他们的 IQ 和 EQ 都比较高，他们思维跳脱，但是不会二线，面对事情闭口不言，闷头盘算。对于别人的招数，他们不会表示的恋战，什么都不懂方式上策。他总能给你许多新的感受，让你难以捉摸，不可预测。每次都产生的新感觉，让你一直体会着新鲜。这本事还真是一般人没有。喜好和憎恶通通隐藏起来，就不易被人看破。对于别人的欺骗，不会当即戳穿，而是内心里自己先整理好再处理。这就是智慧。而白羊座，他是个欢快的人，喜欢交朋友，而且还很好信，有什么事都要先知道。不过他们配合也不错，不会做那个最讨人厌的大广播。生活中的他们将一切云烟释然，但是也不会放松警惕，偶尔的天然呆也很讨人喜欢。如果你想在他们面前演戏，还是放弃吧，那只会在他们心里成为笑话。三处女座有自己的营造方式，毕竟追求完美的人，自己的人设一定要好，单纯只是他们表现出来的，实际什么都懂，不需要你说。他们只关注自己关注的，别人的冷言冷语无法左右他们。可能会有些人觉得与他们相处，对自己会有一个标杆，确实是这样，他们有时只是给你面子而已。了解过后，你还敢对这几个小妖怪撒谎吗？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